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澳洲顶峰集团的项目经理陈家辉。今天等我同大家介绍下在澳洲悉尼下北岸圣兰一个优质的香港人梦寐以求的学区项目。这个项目来讲包罗万有，包括了有甲级写字楼，另外上面就是住宅，下面就是旺铺，里面来讲商场非常之齐备。等我同大家介绍下所有的设施。这个项目落成了之后，它将会是悉尼圣兰的下北岸市中心，因为来讲它有一个3万平方米的写字楼和商场的配套，在下面来讲它亦都有一个 library。 除此之外来讲，在它的顶楼来讲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住宅会所，包括了有游泳池和休闲区、烧烤区，俯瞰悉尼美景，跨海大桥，将会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项目。这个交通配套设施方便完善，100米就可以步行到圣兰伦火车站，日后来讲400米步行就去到未来的地铁站。 Crossland 地铁站旁边就是著名的美食大道，还有一个斥资3000万打造的大型乌活超市，搭一站车北上就去到 Chatswood， 另外两站就可以去到 Barangaroo。Barangaroo 是悉尼最瞩目的金融中心，亦都同时是最贵的住宅区。而第三站就可以去到 CBD Martin Place 了，非常之方便的。日后你将会住在悉尼的名校区，里面包括了 North Sydney Boys、North Sydney Girls 和 The Shore Grammar School， 加上 Renona School， 这些等等的名校将会与你相伴，咫尺之遥。